老师行鞠躬礼，老师好。同学午安，请坐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请坐。我昨天不晓得有没有提醒你，北有当风亭下扇，南连瀑日沈东烘。我是因为看到东烘，我是告诉你说，我们有野人献瀑的故事，我们有秦献这样的故事。因为他说东烘是个迂腐的人呢、我是想到那个典故，并不表示这边的东烘是那个典故啊，大家不要误解。但是我似乎没有叮咛你，如果你认为亭下扇，那个亭是动词，下扇的扇是一个名词的话，那么沈东烘那个烘也应该是名词。那请问，这个烘你会动词，比如说烘焙，你也听过那个非常的暖和，烘软，动词形容词。你有听过名词吗？台语有一种话叫做老年人呢，有时候他是用那个竹鼻子做的一个竹笼，那讲烘炉，烘炉啊，烘炉，知道吧？然后你用木材，冬天太冷嘛，那烘炉，烘炉就是这个烘啊。所以如果你认为说我在南连瀑日，南向的窗子，阳光照射方便。所以我就省去了我去烘炉，那这个烘它就借代作为炉的一个概念。那如果是省烘炉，省去了烘炉，那跟亭下扇名词就可以对名词了，知道我意思吗？这是第一个理解，不然你烘很难去跟想象它这个名词怎么办，一些烘炉为简称的一个烘。我昨天好像没有跟你解释这个。那如果你要把它当作动词，因为烘我讲过啊，阳光下来烘我等一下还提一个名词叫做互宣啊，等一下我再说。所以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动词来讲，各位那个扇，我在那么热的天气里头，因为北向的窗子打开了，南风吹进来，我就可以夏天的时候我也不必去扇啊，用扇子去扇。各位，我们现在讲扇，常常会讲提手旁啊，如果你不加提手旁，本身拿着扇子在摇。我们讲扇，它就会变动词。如果变动词的时候，那沈东烘你就省去，那么去烘，知道哈？也可以当动词。但是我比较取代前面那个意思，亭下扇，夏天的扇子，我们就不必用了，因为很凉。同样的道理，冬天的烘炉我就不用了，省去了，知道吧？哈。还有我昨天讲那个有人炫铺说背面上晒太阳，哎呦，好温暖哦。我们特别有一个，你注意看，我昨天写的典故有个互宣。好，以后你就千万记得，腹就是你的背面，宣就是暖和。所以你假如知道每一个字的意思，你在写字的时候就不会搞错了。请问握手寒暄，那个宣究竟是什么旁？这个好多的学生都到大学了，不要说是外文系，连中文系都常常写错。你有没有想过宣该是哪个字才是对？请记得，自从了杨朱的那个列子杨朱篇那个故事出来之后，我们以后诗人作诗专门有一个题目，就叫做赋宣，背面晒太阳。凡是你在冬天感受到冬阳非常的 OK， 各位冬天开始啊，如果你在十月，为什么叫阳月？第一个，有些朝代是从十月开始算的；第二个，十月有阳光，我们就会叫做小阳春。小阳春，你听到小阳春就是十月有太阳。入冬的时候还有太阳，哎呀，我们来做事，感谢老天不会让我们那么寒冷，我们就会题目叫做赋宣。你不要看他的题目搞不懂什么叫赋宣，就是从列子杨朱篇来的，就野人献铺那个故事啊，我就背后晒太阳好温暖，你就把那个感觉做一首诗来给我。各位，你不要以为只有人类会赋宣哦，我好像第一堂课跟你提过，如果在座是各位是科学很有这是很理工的人的话，你想要读一读那些有趣的科学诗篇，你可以读南宋杨万里的，他就有一个题目叫做赋宣啊，赋宣吟，晒太阳的苍蝇。你看宋代人居俊穷理，小小的那个点，你现在终于提到
我现在就说唐诗跟唐宋诗的区别了吧。我竟然可以观察在窗户上那个苍蝇，当太阳打下去以后，它也会冷啊，一般骨肉一般皮啊，它就会向着阳光，哦，被晒的太阳，它就歌咏了那个歌颂那个苍蝇，阳光会移动嘛？各位，新嘉轩不是这个清风半月鸣蝉吗？那个阳光一移动，就好像月光一移动，阳光一移动就会冷，那个苍蝇就飞到有阳光的地方。哎，你以为你人类聪明啊？苍蝇也聪明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常常人类开始要仿生学，你看看那些科技的人，哎，我上一次说过了，连飞机他们在想象，哎，鸟在飞的时候，翔的时候是张开翅膀啊，飞的时候通常是翅膀可以动啊，飞机有没有可能让翅膀动呢？仿生嘛。哎，你如果看看前一阵子中国大陆在拍出来的那个样，飞机不必在飞机跑道上跑，它在原地啊，啪啪啪啪组合下来，砰，就这样靠着两边的翅膀，啪啪啪，那种飞机都出现了，有没有看过？我告诉你，仿生学这是，所以那个蜘蛛人那个影片也是这样啊，我模仿那个蜘蛛人攀爬，就想象可能不可能这样做。所以人类谦卑一点，因为你要学自然的事情太多了。所以以后看到傅轩请记得，哦，看到，哦，原来傅轩就是被晒太阳感觉很暖和，我们作诗你把那个暖和的感觉给我写出来。好，再来我就问你了，我讲了那么多，你告诉我握手寒暄是怎么一回事？握手寒暄是怎么一回事？哪一个暄？口字边还是日字边？日字边嘛。为什么叫握手寒暄？寒是冷嘛，暄是暖和嘛。那以前住在那个人类住在山顶洞，人住在树枝上的时候，常常就会有虫来爬呀。哎，住在树枝上，住在山洞的，哦，第二天见面无恙否？长的虫没来跟你睡吼，昨天那个恙虫没有来干扰你嘛？你看看，所以我说很多的词语，你经过这么一解说，都是在日常行事之中，无恙否？无恙否？别来无恙，不就这样子吗？你在问候人嘘寒问暖嘛，所以当然是日字边嘛。如果你是口字边的喧，就喧闹嘛，真的，那个喧是喧闹嘛，啊，不能这样子。我，啊，现在懂道理了没有？那个字啊，因为我昨天，哎，好像没有帮你做一个 ending， 我讲的这个典故，我告诉你说，如果说东烘，你没有见识，好像野人秀，好像井底之蛙啊，哦，如何这般，哦，你就可以想象野人现铺情现，啊，负面的你就批评别人，正面的就谦虚自己，啊，人都要谦虚自己，啊，再来我说了，鹤舞楼头，玉笛弄蝉仙子月，这个问题啊，请你看我的讲义第四页，我们先来解决啊，哦，如果你先解决的下句，你就到知道上句似乎不能切割来看，也就是说鹤舞楼头一定要跟玉笛仙子有关，仙子月就是天上广寒宫，就是月亮，没有问题。那个蝉字就把月亮从月圆慢慢缺到月缺，从东边升上来慢慢走向了 下去，这样的吹笛有没有在某个典故某个场合看到啊？我说昨天我稍微讲了一下，我们课本注的是注了李白跟那个姓史的人，哎，在黄鹤楼上啊，他听到了箫声，但是他的话是江城五月落梅花，没有看到把月亮给吹残的那个残字，那个落梅花就是曲的名字，就好像杨柳枝一样啊。所以有时候很多的丐帮帮主，你就看那个小说或是电影在演，哎，梅花烙有没有看到在唱着梅花烙，哎，就类似。所以我听的是，没想到我到这个地方啊，江城，因为黄鹤楼以前就在这个武汉江水边，现在的黄鹤楼已经不是了啊，现在黄鹤楼是重新建，我讲过啊，沧海桑田一代一代都会变，现在黄那个河边的那个楼蓝楼，南宋到现在那个蓝楼倒是古代的基，黄鹤楼历代因为河道改变，所以它现在往后推往后建，已经不是以前的黄鹤楼啊，不是那个宋孟浩然之广陵，这个故人西辞黄鹤楼，不是那个黄鹤楼的现在以前的位置啊。所以你假如说，哦，那个黄鹤楼是在二北，二北什么时候有鹤舞呢？所以我们课本注的
用了李白于侍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，他有笛子的曲子梅花落来了，说是五月在这个地方听到了梅花落啊，令我感觉到很如何。但是你没有看到那个月禅的那个动作甚至意象给你啊，我就很不放心，我就去找，开始锁了。我就讲义上补充的这个黄鹤楼跟玉笛，房后的原址在湖北的武昌县西边黄户矶上，然后民国初年毁于火，所以我说现在的不是啊。金楼位于武汉，本来是在黄户矶上。你可以知道哈，你看那个黄户矶，你就知道说在水边那个石头吐出来的样子，就好像一只护鸟在这边。我们讲的护后护后，我好像护鸟乖乖的等你等很久了，护后久矣，还记得吧哈，这个东西。然后现在的楼是位在武汉啊，我讲过已经不是原址。然后这个命名为什么叫做黄鹤楼，有两个说法。第一个当然是南齐书里头记载说夏口城据黄后矶，那么传说有个仙人子安乘黄后经过了这个地方，乘黄后经过这个地方，哦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黄鹤楼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究竟哪些地方凤凰台黄鹤楼，凤凰台的传说更多啊，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啊，因为下半遍来啊，你中国的东南西北，我昨天也说过了，梧桐树是凤凰喜欢栖息的，所以每个地方看到那个华丽的鸟还不知道啊，它会带来吉利，各地方出现就在那个地方叫做凤凰台，凤凰台很多啊。黄鹤楼都跟仙人有关，因为仙鹤混蝶如之何断魂啊，我们下一次讲到宁波的梅花啊，疏云横霞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那个仙鹤要下来的时候，先偷眼瞄一下，哇，梅花那么白啊！春天的粉蝶如果看到冬天梅花那么开得那么好，恐怕它也会断魂了。哎呀，我为什么不在冬天来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、来采蜜呢？那首宁波的梅花诗《梅泣鹤子》，我们下一次也会讲义上也会提到。所以关于黄鹤楼，都是一个仙情。你只要看到黄鹤这样命名的所在，一定跟仙人有关，所以第一个传说就是仙人子安乘着黄鹤过这个地方。第二个《太平寰宇记》啊，各位这也是一个杂记里头记载，说以前有个废文一，各位这个字就要念一了哦，这个字要念一哦。我们讲义第四页啊，我讲过这个字，如果你正式念要念毕文一哈，但是我也问过啊，四川的废要念毕，山东的废就念废。以前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阿拉伯国王因为中沙合作嘛，你看台中那边有一条中沙大桥，他们的国王就叫做费舍，好多好多的那个人出来纠正，那个不要，那个要念毕舍。我是这样说哈，翻译名词哦，翻译名词你一定要去追溯原始的音，去读它原来的样子。比如说阿拉伯文这个字就念毕还是费，它一定有它的翻译嘛，你就跟着练就好。我随便举例，你看日本的东西来过来，来我们这边宣传，有个叫做阿纳达，听到哈，阿纳达那三个字我们怎么写啊？一个女字边再个阿，一个女字边再个纳，再来就是达。如果你念按照我们的中文，不念要阿诺达吗？你跟日本人念念看，阿诺达你要去哪里，他听不懂了，你一定要念阿纳达，日本人才听得懂嘛。所以那个字在那个地方你就念阿纳达，所以语言学家就告诉你，现在既然已经混音了，那个字你就阿纳达嘛，你就阿拿嘛，我是不能接受了。那你干脆把女字边拿掉嘛，就阿拿就好了。可是那个又要让什么面霜什么要让你漂漂亮，就加女字边啊，你不能说这个人非常的婀娜多姿，你跟我说阿拿多姿 ，ridiculous， 懂我意思吗？好多这样的东西要翻译啊。啊，很少说可口可乐这样翻译的 Coca-Cola， 你看你怎么念都是可口可乐，哇，那翻译音译也好，名词也好，意思看起来喝下去可口又可乐，他对我谈东西的是非常高兴，这种翻译绝少啊，绝好的翻译啊，所以有时候碰到翻译名都苦得要命，每一次都要问告诉我啊，究竟是不要哪念呢？外来语你就尊重他原来怎么发音，但是你在读我们汉文的时候，还是回到原来的音。这个例子很多。所以看到那个毕，
我们在指这个先人的时候浪费的费，我们绝对念毕，毕文一啊，毕文一。所以第二个说法是说毕文一登仙，然后他虽然这个成为仙了，又修道成仙，常常驾着黄鹤在这个楼上栖息，在休息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黄鹤楼。各位，当然也有人说了，神仙到处飘游嘛，你可以在华中，也可以走到西北，也可以走到东南嘛。也有人说，那个毕文一登仙的地方应该在山阴，哎，浙江绍兴呢，哎，仙人所在啊，谁说谁的就算谁的好了。我们人呢、啊，真有意思啊。只要古代的名人了，桃花源究竟在哪里啊？湖南人说绝对在我这边哦，我也去看过现在的桃花源，你暂时不要去，看了会伤感。哎，那个前面的桃林都是现在种的，根本不像。哎，但是你到了另外一个场域，登高处，别人都在赶热闹，那个地方好像迷宫一样，刚种根本不就像是人造的。我们就找到几个，他说要走很远啊，几公里处有个道观啊，这样看下去，我告诉你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我就走了一条路，人家坐那个什么、什么车子上去，我就不。那么来到这个地方，那么好的森林山水，有两个小时给你走，来回也是健身嘛。可以跑到了一个道观上面，这样看下去，各位这边如果是桃花源的话，那是人工造的，非常不像人工化。那边是烟霭迷蒙啊，几个岛几个水汪汪洋洋的。我说那才是像桃花源。哎，那个地方他不让你去，交通不方便。哎，交通方便就让你那个，所以好多大陆的古迹啊，破坏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究竟杏花村，究竟在江西呢，还是在安徽呢？你就听听就好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要。所以就像仙人毕文一，究竟哪里登仙？你看，有人说在湖北黄鹤楼，那有个记载就到山阴去了。山阴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。啊，就是绍兴，大禹治水，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都是在那个地方。近代我们有个大陆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毕孝通，也在那个地方。好像绍兴人就是治水的能手，因为大禹治水，大禹的岭就最后就葬在那个地方。哎，我都去参观过，因为学术会议，然后顺便他们就会带我们去看。好，这是。我们常常说的第二个，我又看到了报应路。各位有两则都是我们方外要么佛要么道家记载，有一则我等下用口述的。报应路记载说，武昌志、说降下有一个孤辛氏姓辛的人啊，然后以前孤酒为月，你看啊，看好这个东西，这个辛家呀，如果你知道我昨天讲那个辛稼轩，对不对？他在山东，辛稼轩就是山东嘛。哎，后来他到南宋，他本来投在耿金，我讲过哈，北方对金人抗战的时候，就有那些我们现在讲的游击队，他投在耿金的手下。哎，没想到后来他去跟南方政府谈的时候，结果没想到叛变了，他就回去冲到金营，把那个人抓出来就一直逃。你看多厉害，他的谍对谍也做得很好。辛稼轩，各位，辛稼轩后来被落职闲居的地方就是在江西。所以我不晓得这报应录记载，他说在武昌，各位知道哈，这个江西湖北是临近的，是不是那个新市，或者说他另外一个脉络是山东的，因为那个南北宋的时候，落在这就落地生根呢，还是另外一支我不知道，姓辛的人。好，注意看，非常神奇了，他说有一个老先生来，魁伟褴褛，相貌堂堂。非常魁伟，但是衣服穿得非常的破烂，破褴褛，衣服褴褛，我们常常这样写。然后他非常从容地对辛氏说：“许饮酒否？能不能让我喝些酒？”各位，我们一般人有时候都看人哈，人家说人要衣裳，佛要金装，看到这样穿得褴褛，大概都不太理他。可是这个辛氏好心肠，他不敢辞，这边用不敢辞，也许看他太高大了。如果鲁智深来要喝个酒，你要不要给他？对不对？恐怕那个样子就把你给吓坏了。这个心是非常恭敬的给了他。听好，我告诉你，笑脸呢，我跟你讲哦，他说在这喝酒啊，而且不但不饮与大杯，看你人那么高大嘛，给你大杯给你喝。然后呢，如此半岁，各位你是开店的耶，这样住在半年呢，天天这样供应他喝酒，没钱给你呢。你要不要让他吃？
后面那一句话你看，心事稍无倦色。各位，这个少也可以念稍，也是平仄两读的字。少的时候 adjective 是形容词，哎，稍的时候就当副词啊。你看看怎么用，我就等于稍微那个稍。说心是一点怠慢的脸色，怠慢的表现都没有。突然有一天，这个先生开口了。各位好多，中国有太多这样的故事，不是以上有老人在那边呢，让一个小伙子每一次穿鞋子就掉到桥下去，要他去捡。那个人是谁呀？张良嘛，对不对？是啊。你看啊，半年哦，好像，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跟这个心事说了：“多负九债，潘谁哦，欠你足多，无可酬辱，没办法报答你，遂取小蓝橘皮。”各位，小篮子就拿一些存起来的皮。我跟各位说，很多的东西啊，比如有新的新味的东西，橘子啦、皮那个柚子啦，那些皮在中药来讲，它都是中药料理。有时候晒干以后，对喉咙还可以滋补一下，罗汉果什么东西，哎，所以如果我们喝个橘子水、橘子皮，对我们喉咙很好。他就拿了小篮橘子皮，你看橘子皮什么颜色？橘黄嘛。好，想一想哦，黄鹤的鹤是什么颜色？我们说先秦玉下先偷眼，那个天上我们都是讲白鹤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画黄鹤楼，一种黄鹤嘛，也有哦，那个色彩的问题。所以他就开始画了，看了神奇的事情，开始了画鹤于壁，乃为黄色，竟然墙壁上的鹤是黄色哎！各位啊，我们说传统的讲第一个，很少人会提到这一个。好了，那作者拍手歌词，那些坐在酒店里喝酒的人说：“妙啊，妙啊！”更妙的还在底下，再看下去，没想到那么一拍手一歌啊，黄鹤翩跹而舞，翩跹就是飘飘然的，知道哈？走路不是端端正正，飘飘然都可以翩跹。所以飘飘然的那么开始的舞，哎，画在墙壁上的，然后和律音节，你看看旋律也和 ，tempo 也和。哎呀，众人废钱观之，既然是这样子，大家就捐钱，我要看，你再一次再一看。各位，半年来欠给这酒家的钱全部还光了，大概十年多啊。各位想想看啊，我要报答你，你那么半年一点抱怨都没有。我等下也讲台南有一个故事给你听啊，十年都没有抱怨，心事累巨万，哇，存了巨万，当然变成了富翁巨商。后来先生飘然而至，因为他离开了嘛，半年后离开，然后有一天又飘，因为那个大家又为了看那个黄鹤要舞嘛，就是这个仙人，让他在这个地方有那么盈利，生活改善，然后后来的飘然而至又出现了，哎呦，这个先生非常谢谢他，谢约。各位不要忘，我上次说了哈，谢在中国字里头有好几个意思，一个是就道谢，啊，一个是告诉你，一个就是辞别，啊，你听过吗？谢绝嘛。就是辞别啊，谢的意思，你就知道中国人多好。我要告诉你，谢，我要辞别，我也要谢，要推脱拒绝，我们委婉的谢谢人家，因为人家有诚意嘛，啊，所以很多地方啊，想一想那个创造字、创造词很有意思。哎，这个心事，哎，就推辞的说，愿为先生功绩如意啊，我很希望替你。哎，功绩都非常的如愿，啊，就是说我那个信心的这个主人就谢谢这位仙人哈，啊，如果你要在这边喝，不要说一年啊什么，我都继续供给你。各位，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，如果前面你没有看到他累巨万，哦，后面这句话仙人当然听得懂，这就人跟仙的不同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我希望再有个十年我又累巨万，所以你若在欲望的世界里过活啊，就欲海无边呢，填不满的啦。很多人说我来赌博试手气，我告诉你，手气来了以后你叫他停止，哎，很难的啦，所以你干脆都不动。所以我们佛家讲一波才动万波水，你的心念一动，什么事情都来了。我希望你不要试验，你一定会后悔莫及。老师很抱歉，我只是想要这样这样，所以这样这样子，没想到那样那样子。哎呀，我们听太多学生
我们以前在攻读啊，都是为了学业没办法教，家里没办法如何。现在攻读就是我要得到手机啦，我要得到，老师我靠劳力啊，我去赚如何这般，你都不要管，你就现阶段你就读书的时间你就好好读，不会亏待你的，这个世界不会亏待你。半桶水你当然到处找不到工作。继续看下去，所以啊，这个仙人就笑了，哎呀，你们毕竟是凡人啊，我已经帮助你这样了，不但是半年的债都还了，还让你累积巨富了，你还要我在这边等等等等，他说我难道为这个而来吗？呼取笛吹树弄，各位，我们有一时候啊，你看到这个弄就是音乐名词，一遍两遍，或者说你看到词，我们说上片下片上阙下，哦，这个字恐怕要写了。在音乐的名词上啊，古代太多了。我们刚刚这么是出现弄嘛，你也听过梅花三弄啊，这个名词。如果你在词的立场，因为词是可歌的文体，你会看到片，你会看到变，你会看到变，你也会看到变。我们通常啊，现在就简称乐桥上片下片，啊，比如说我们读过的《平林脉脉烟如织》哦，上片起头，哎，闽瑟入高楼，有人楼上愁。好，这是上片结束，下片欲借空伫立，宿鸟归飞尽，那是下半段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阙啊，我刚最主要是要让你知道这个字，这个字常常写错啊，看好，音乐的名词。绝对要写这个字，好多人都写成了这个字，这不一样啊，这是天上宫阙的阙，两个字不一样，请记得。音乐名词里头是个鬼啊，也是音乐的名词，一个音乐一个段落就叫做阙，就叫做片，就叫做变，就叫做变，懂了没有啊？就好像弄一样，也是一个音乐的段落啊，请记得这几个字。所以人家说啊，上半片写的是什么，下半片你看很多的赏析，在赏析词的时候，哎，就好像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哦，上阙如何，下半片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，哦，变成了三言两样，下半片你就知道说，哦，下面一段。所以原则上在词人家中间就会空格，叫让你知道说上片下片。古书是没有标点的，都没有空格，哦，你就自己要知道，要去断，要去对那个词谱啊，也有看到这些，所以他就呼取笛，各位，黄鹤楼有了，对不对？黄鹤到了，笛子也有了，然后吹树弄，须臾白云从空而下，然后他就骑着黄鹤，有一只黄鹤就挥来了前面，他所墙壁上画的那鹤就挥到了这个先生前面，跨鹤乘云而去。各位，你有没有看到仙人出现了，黄鹤出现了，然后他吹笛树弄？只是这个黄鹤有没有飞到月亮那边去，又还没有看到月亮，知道？所以我说黄鹤楼跟玉笛啊，真是麻烦的事情，真是麻烦。然后我昨天啊还不甘心，我还试着去查，我们再看也是道教的书记载了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上清派，各位记得两个，文斌师兄立下大名，一个是茅山字，茅山道人，量一下哈，茅山字，茅草的茅，茅山字，真告，道家的东西，真假的真，言字边这个告诉的告，就好像我们大告，尚书里头，所以啊，这个地方这两个字，茅山字跟真告啊，道教的书啊，它记载了有个。上清派的九华仙子，上清派这个道家讲天呢有几个层次啊，我们下一次也会有一段他提到的时候我会讲啊，有个上清派的九华仙子，那么他是一个这个宗师的一个女儿，然后呢这个太虚元君就派他到龟山去学上清道，这个女的非常有慧根，学好了以后就授给他太上署，然后署名下去叫做紫清上宫九华珍妃，姓安，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安妃子，安妃子。各位，这个妃子等到修道成功以后，他就飘飘然的也登仙去了。
然后上清派的传授心法的原则，就会派九华仙子从天上下来。那个我也到江西那个信州府的上清宫去过，道教的圣地。我去的那一年，他们正在把上清那个上清太清山啊，就江西那个道教的仙宫申请世界自然遗产，吴老爷通过了啊，所以现在你去上饶，他那个地点暂时在上饶，求饶那个饶，上饶信州府啊，所以那个三清山我也去过。然后一个特色就是他会吹个笛子下来，然后传道，所以这是在道教你要成仙、你要修炼那个很重要的仪式。所以他就把他的上清派的那个道理，透过这个九华仙子，各位打得漂漂亮亮，从天上飘下来，然后吹着笛子，各位也有仙子也有笛的，对不对？你注意看他吹的是什么啊？下来以后，他就教了一个人叫做杨希，王羲之的羲，牧羊羊，杨希。杨希现在被奉为人的世界上清派的开山祖师啊，上清派开山就是他，因为仙子传给他，所以由道教就有一个仪式啊。你如果到一定层次，是不是有什么？就好像我们在台湾，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那种？就要看你上刀山那个刀山的样子，是不是能够爬上去？知道哈？我们在学术界就有一个学者，李丰茂先生，他就正式的核准的有牌照的南宫塞工啊，学者可以替人家做法。每个行业都有它的行规啊，都通过了什么你就如何这般。我们学界唯一的啊，通过了这个考验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现在回到政大退休了，也我是很好的朋友李丰茂先生，研究道教啊，在国内研究道教的第一流。所以如果你单单这样看哦，看这个仙子，看这个记载，那么在茅山志里头，那么有一个人就写了，用一首诗表达了这样的一些故事。那个人叫做游九言，陆游的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，言语的言。这个人啊，是谁的弟子啊？我看看你们谁知道。这个我来写。好，谢谢。看到这两个人，你会想到哪个成语？非常好，陈勋讲得好，城门立雪。那个陈派联络官敏，那个洛派不是陈浩陈怡吗？哥哥陈浩，弟弟陈怡，陈怡的名气比哥哥大一点。颍川啊，哥哥叫做明道，然后这两个学生跟着他们学。有一天天寒地冻，下雪了，然后他们到老师家里，本来想要请教，结果看到老师还在休息，不敢动。那个雪越下越大，两个人像木头人站在那边。哦，三木姑娘你妈是的呢，哎呦，变高我告寡呢。以后我们就用一个成语叫做城门立雪。听过这个成语的请举手。真的、哦、你没有写的话就写，就路程的城，门口的门，立在那边下雪。以后我们要称赞一个人努力向学，非常用功，就叫做城门立雪。城门立雪，很多晴雪的成语、哦、你都好好的学 哦。你去想一想，晴雪的成语太多了，枝枝酷酷啦，对不对？日以继夜啦，魂高继鬼啦，你看那些成语究竟是从哪里来？每一个都不是雨点就是四点，都很动人，凿壁偷光啦，听过吧？都有这样的故事啊。你要想悬梁刺股啦，都有。各位，我刚刚讲的游九言，他茅山志里头就记载了他的化阳动词。各位知道道教啊，化阳动有三首是游九言做的。各位，游九言是南宋人，他的父亲就是在陈怡陈浩门口站的这个人叫做游作。各位，那两个弟子就是游作杨时，请记得。所以这个九华仙子下来，他也吹了笛子下来，但是又少了鹤舞楼头。
所以我说这个典故啊，让我很头痛。我为什么认为一句跟二句是一个相连的概念呢？我们何妨先来看凤翔台上。各位，凤翔台上课本有注释，我等一下会说，没有关系，讲义我们再来。请你翻开第几页，在十页，第十页，第十页的注释十三。这个凤翔台上，其木工的女儿弄玉好乐，她的女婿是萧史，善于吹箫，所以这个女婿啊，每天就叫弄玉吹箫做凤鸣。凤鸣很好听。不过我要澄清哦，如果说现在人认为凤就是孔雀的话，那请你记得，你如果到溪头去，夜间听到声音低哑很难听的，就是孔雀的叫声。所以如果以叫声来看，凤鸣大家都觉得那么好听，恐怕孔雀类，你知道我们门科嘛，这就叫做什么金鱼科哦，好多的品类啊，我们也尊重。所以这个因为太美了，大家每天就抓在笼子里，孔雀本来会飞的都不会飞了。我上一次说，你现在人已经作孽到这样，已经违反了把它系在笼子里，还记得吗？我们讲昨天讲画眉鸟，对不对？不如让它在林间自在啼，哦，你就放在那边作为观赏的禽鸟，它当然不会飞啦。所以有一阵子啊，那些喂养的那些工作人员就想训练那个孔雀飞，再怎么飞，因为太笨重了，怎么飞都飞不好，飞不好，所以叫声又难听，形体又被你养得肥肥的。现在只有孔雀开屏才漂漂亮亮，不管，但是人家记载凤鸣是很好听的，结果天天做将就，后来凤就来及其屋，真的引来一些凤。各位，你想想看啊，古代这样的记载，跟我昨天讲桃竹苗这个地带在捕那个画眉鸟一样不一样？你每天在吹嘛，天上真的凤听到你的箫声，模仿仿声嘛。我们今年是鸡年，你看有些那个电视台上就播放有些人唱歌，就跟模仿鸡在叫一样，你知道不看还以为鸡在叫嘞。人类也是很厉害的。所以我昨天不是讲吗，画眉鸟他这边凤求偶，他这边叫播放上面的画眉鸟，一听好像是他的另外一半在那边胡冲下来，那个全部悬挂在网子上，就被手到擒来。这个一样吹吹吹吹吹吹以后，这个凤凰就来了，来了木工就筑一个台在凤台。我要说明哦，你看到凤台不等于凤凰台，你先区别，先区别好。凤台又叫做凤女台，女儿的，因为女嘛，萧玉。你看，我们看完，我再告诉你。然后使萧史夫妇居其上，居然你这样，你们那么厉害，连吹箫吹到凤都会来。我在想啊，如果你吹箫的话，你就知道笛子是比较凄厉。所以你就这样想的话，如果现在的凤没有退化，那个溪头的那些孔雀的声音叫起来是哑哑的，大概是退化之后。如果没有退化的话，你听过那个箫？如泣如沐，泣孤舟之离妇。你听过那个赤壁赋、后赤壁赋、那个前赤壁赋，那个苏轼的形容。我在花莲，我是会吹箫，因为花莲小孩啊都没有，都取自于自然，然后笛子吹一吹，箫也吹一吹。然后搬到台中，念台中一中的时候，不知道常常在那光复新村前面有个圆圆的一个台花台，每天晚上九点多我就那么吹。吹一天没什么，吹到第三天有人来了。你知道在乡下，左右邻居啊都是无限的空阔，你怎么吹没人管你。我就吹，我想在乡下嘛，我们就这样吹。吹到了第三天，一个老妇人来了，一共笑脸呢，我读高中年轻啊，十八十九岁。笑脸呢，你这样分三天很虚味的，我们睡不去，不能分啊。 Translated in Chinese is 你这个箫声非常的如泣如诉，让我们睡不着觉，不要了。哎呦，我就不敢吹了。所以他这个记载我是相信，我吹了没，但是有没有凤凰，至少我吹了有没有凤凰，是有老妇人来叫我不要吹，大概很难听啊。
结果他煮了一个凤台在上面，你看这爸爸有多可爱啊！请木工，各位知道五爸，木工也是五爸那个气度。我昨天讲的齐桓公的女儿，现在你看齐木工的女儿，继续上，久而久之，没想到有一天就随凤凰飞去了。《列仙传》里头，各位，所以你知道这个叫凤翔台上，紫箫吹断美人风，看到没有？吹的是箫。啊，为什么是紫？各位，有时候我们在箫里头就会漆颜色，而且竹子的颜色，知道哈？你本来是金黄嘛，有时候你看现在洞箫有漆的黑黑的，然后我们常常是龙吟凤这个凤鸣，常常会在那个箫上面画上龙的那个形状啊，凤的形状，笛子上也会啊，这就好像琵琶惊翠羽，弦上黄莺语。琵琶你要有拨杆，推手为琵，雀手琶。当你戴着这个手套啪的时候，你会久了也会把木头压凹啊。滴水石穿，所以我们就会在那个琵琶的表面上弄个薄片挡住，所以我们叫做什么？拨弹嘛。你拨弹的时候，让你能够抵去琵琶惊翠羽，弦上黄莺语。所以琵琶为什么那么漂亮？就是因为有个撼拨，抵抗就是撼，抵抗你拨，免得木头陷下，我就补了一层保护膜啊。现在有时候就会用个纸巾啊，不是那个你的绢啊，包在那很优雅的。所以那个箫笛也会这样弄，所以上面这个你就很熟了。说你看那些凤来这个凤台上那么翱翔，然后那个箫矢弄玉，他们吹箫的人就随着这个凤凰飞上天去了。从此以后，人间那位弄玉美人你也看不到了，吹断美人风。各位，它是一气呵成的。如果一气呵成，上面是黄鹤楼跟笛子，你应该一气呵成。这是我们在破解的时候啊，因为对句的概念在破解的时候，现在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典故啊，我会继续找。我把道家的最后那个出在茅山的，出在那个征告里头的一些典故，那个九华仙子也找了，有仙子有笛，没办法看到有没有弄残。有鹤舞楼头，我们刚刚看几个典故都有鹤，但是那个笛子呢？所以你说那个我们老师说那个与死不郎中亲。听黄鹤楼上吹笛，黄鹤楼有啊，笛子有啦、啊。那吹残仙子月呢，又没有找到。哦，这是我一直很不安心的。不管任何典故，现在都还不能切合。我先保留一个问题，同学也可以当作一个疑问，也可以努力在追寻。啊，你知道哈，很多东西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哇，工具书通了以后都能够把它破解。就这个，我一直存着疑问。啊，但是我现在要声明一下，以后你看到文学上凤台。只要看到凤台或叫做凤女台，指的就是萧史弄玉的故事。萧史弄玉他在陕西宝鸡县的东南边，就只有陕西宝鸡县，因为这个故事只发生在秦穆公，就在陕西，没有其他地方，地点就在宝鸡县。但是凤凰台，请你记得，如果你看到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凤凰台，我的讲义上会附了，你先把它写下来。我刚刚已经说了，承继着昨天讲梧桐来，每个中国的人家或者我们古代的这些百姓都希望凤凰来仪，而凤所吃的东西就是梧桐的籽跟竹子的实，这个会结籽你敢知？但是如果竹子结实了以后，基本上就没有笋子了、那个竹子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长了，人家就说不会有笋子再长，所以有极难得的，因为都非常的轻，不管是梧桐子或是竹石，都是大自然的东西啊，你自然就会觉得哇，这是天禽天鸟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是这样，你可能在南京种梧桐，凤凰来仪，可能在山东，可能在哪里，所以凤凰台啊，你自己写在这边叮咛自己。在江苏的金陵有凤凰台，等一下李白就有登凤凰台的诗，我们等一下来一遍。山东的泰安也有凤凰台，请记得我现在在讲是凤凰台、刚刚凤台我说过，或者说凤女台只有一个地方，陕西的宝鸡县、就是那个萧史弄玉。凤凰台，江苏的金陵有凤凰台，山东的泰安有凤凰台，河南的温县，温和的温，河南的温县有凤凰台，湖北的鄂城，鄂城就是现在的武汉这个地方，我们说鄂州嘛，湖北的武汉鄂州有凤凰台，甘肃的威县，
各位甘肃，各位你只要高的地方，知道凤凰来仪嘛，凤鸣高冈，我们讲说周代所在的地方就是岐山，各位岐山就是和陕西这一带嘛，岐山周峰岐。好，所以已经有了哈，你看江苏的金陵，山东的泰安，河南的温县，湖北的鄂城，甘肃的威县，云南的洱源。各位，云南有洱海，一个三点水，这个耳朵的耳，啊，三点水，洱海，海洋。云南也有凤凰台，我说没什么了不起，啊，如果这样的所谓的那种想法没有改变，很多地方种了梧桐就会有，哎呦，我够看到，假设是个那个孔雀来聚集啊，漂亮的禽鸟如何来啊，啊，大概都会讲凤凰台就盖一个，希望它继续来。所以如果凤凰台在中国很多的地方都有。哦，你说哪一天如果看到，哎，老师好像湖南也有，哎，你也不要惊讶，知道哈，因为有种梧桐就会有凤凰嘛，凤凰台有很多地方有。哦，我为了证明告诉你说，后来我就列了两首我说过唐代很著名的两首登楼阁的诗，各位请看第三个。所以这个典故哈，我这样提醒，孔子不是说过吗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啊，我们都很努力的住了啊，不管是这个应元生老师，不管我们有时候找了凤凰这个五鹤啊、玉笛啊、仙女啊，典故都找了，有没有鹤舞楼头？如果刚刚我讲那个酒店的故事啊，酒店的故事如果成立的话，那个吹笛子圣仙的，如果是吹笛，它是吹向月亮去，这个典故就 OK 了。啊，因为我没有继续去看啊。如果当然这个是不是地方的故事就会给它改变哦，说那个故事最可能了，他骑着黄鹤就吹着笛子就上去，然后从这个刚入夜一直到深夜去了，月亮从月圆转月缺，也许那个典故可以切合。在没有找到的时候，玉笛弄残仙子月，的的确确是一个 question mark， 一个问号。现在啊，我就赢两个东西啊，但是还没赢之前，我想知道你们昨天学的《床前明月光》写得如何？如果唱得不好，我就不唱。有没有压力大？我们的鹿港调，我昨天直接用国语：床前明月光。我昨天是直接用国语教你：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这个就是很隐啊，很惬意，很悠然的想家那个心情。今天啊，清明到了，我不是写了一首在右边的吗？清明，来一句一句来，我们先今天教清明。各位来，我们用江西的调子来教你这个清明。虽然我福建的啊，我直接用那个银的味道，我们用这个来。清明时节，注意那个节是入声啊，好好听。我唱一遍，你们好好听，翻到你们的笔记都要背熟啊。清明时节雨纷纷啊，路上行人欲断魂啊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啊。各位，我讲过吟啊，应该是在你自然就好，不自然的话人家觉得你作怪。好不好学？不好学，想不想学？好 ，follow me。按了温板南歌，清明时节
雾纷纷，路上行人意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伫遥知杏花村。不要忘，你录这个一定要讲我们泉州的调子，是我爸爸传给我的。清明时节，记得节是入声，节雨纷纷散是清明时节，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啊，抱歉哦，这是我爸爸的。抱歉抱歉，我本来叫江西调，我们回来江西调，因为给你学不同的调。所以我说嘛，你看我肚子里头有多少调。我刚第一遍吟的是江西调，哎，好像对了哈。我刚刚的两个好像对，对不对？第二遍的是清明时节嘛，那我第一句是，第二句就变掉了嘛。清明时节雨纷纷啊，这个对，清明它是第一个清明算是低的。来，清明时节雨纷纷啊，来一遍，三四，清明时节雨纷纷啊，路上行人欲断魂啊。好，两句，清明三四，清明时节雨纷纷啊，路上行人欲断魂啊。好，记得第三句就没有了，因为它是有字，它是赏声啊，不有，不要这样来哈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就那么简单，三四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嗓声高呼蒙烈强。好，第四句又回到前面，要非常的低。牧童遥知，那个只是嗓声稍微顿第四个字。牧童遥知杏花村啊，来，三四。牧童遥知杏花村啊，来，吟好了才能下课啊，不然就继续唱到五点。清明时节三四，清明时节雨纷纷啊，路上行人欲断魂啊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知杏花村啊。我不开口就看你们了，能不能休息就看你们 ，It's up to you。清明三四，酒家哦，你看唱到我要鼓掌很难得啊，因为我要刺激末梢神经，让我精神好啊。会不会呢？那个玉为什么要那么短入声？接为什么那么短入声？它普通话没办法，我们只好这样诠释。好，我先呢用三分钟的时间，用我们家乡的闽南语，
我把黄鹤楼登金林凤凰台我吟一遍，等一下下堂课我们就用国语教啊，因为我们这是对全世界广播嘛哈。但是你听听看，一个是我们的鹿港调唱出来啊，一个是我们的云林诗社，很少见一个云林的诗人，也是联吟大会上他带出来的，我就把它学下来。吹号风河流，识人一生风河苦，处地空无风河流，风河一苦不休还，别魂千载空悠悠，经川历历寒阳树，红烛翠翠映暮酒，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数人秋。这是我们的鹿港调，你们、哦、要运动就运动，不运动就不运动，有人要拍又不拍，这叫为德不足。好笑啊，你们啊，不你就不鼓掌嘛，怕破坏气氛嘛啊，鼓掌你就让我听到了，你就继续嘛，因为它是段落了嘛。我们再来，离别登金陵凤凰台，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，五更花草卖幽径，近代衣冠胜高桥，三山半路青天月，年岁中分白露酒，众位夫魂凝别日，长安不见数人秋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我的学生终于上道了，我们下课休息一下，谢谢。